你们有没有觉得啊，锦衣现在越来越像神刀了？他该不会是神刀的口水吃太多，变成小神刀？难道木头怪三中队已经下手了？大家都去参加杰克的 party。绝对不能让杰伊和木头怪一起过圣诞节。没错，绝对不能让神刀再接近杰伊。请看《实习医师豆格》，由梁家益生菌冠名赞助。